那最起码的，你得有车吧？车有啊，有，永久牌的，你要吗？什么玩意儿永久牌啊？能要25？行了，怎么没有别的又不管啊？你要想跟我结婚，你得有个房子。房子有，房子真有。啥房？真有。真有。你要吗？行。反正那我也有难言之隐。真的吗？但是还欠银行30多万没还呢。那什么玩意儿？欠人屁股钱，我谁跟你呀？拉倒吧，我不跟你出去。你别走呗。你回来，怎么了？我走。站住！哎，我没走啊。不想走。我没走。你怎么可以走？那你这个男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？我负责任啊。你是不可以这么对待我的。把舌头捋直了。不是了，你应该对我负责任的。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人。是吧？那你刚才叫我回来了，那你就是意思你同意了呗？同不同意不说。 但是咱俩，你不得给我点定情信物吗？定情信物你不要了吗？我要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吧？我想要。只要我能达到的，能达到就是还有什么能比花更加能代表爱情的呢？明白了 ，OK 了，懂不懂 ？OK 了，对话。长夜里。 就是金龙和米娜带给我们送情郎。有请二位。那你回去吧，别送了。老公。哎呀，你瞅瞅你。你第一次去也没。那你没关系吗？你看，一走不太远，就上那铁岭，就一疙瘩远，你说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，你说你这么着急干什么玩意儿？但是老公，那啥。 老公，都带齐了吗？别乱扔东西。我都不是我说你，你瞅我带这么多玩意儿，带这么多鞋，因为我是开会的。都有。因为我是开会的，我不是卖鞋去。再说了，你瞅瞅，这我是给人看病的啊！我这是，还是我去野战去？我是。我想你啊。 从来我们没放开过这么长时间呢，所以你怎么这么不懂我的心呢，老人家？舍不得你啊！对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！来起来，来宝贝儿啊！那个我去完就回来，你哭什么玩意儿呢？是不是？我去了半个多小时，搁铁岭。 我就搂回来啊！那我再送送你吧，我再送送你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再送送你。赶紧回吧，别送了，过桥费那么贵呢。你说，完你过去还得花一份钱。那老人家要是想你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这想我，你给我打电话。 或者给我发个1麦小啥的。那好吧。你一路当心啊。哦，拜拜。喂，我想你啊，老公，我想你。我刚走到这儿，你咋就想我了呢？就我还没走呢，没走你。那就明天走吧，明天走吧。明天不行，那边会议太严重。啊，没关系。缺我不行，我走了，完你听点话啊，搁家好好看看家。那个要走了，你说像咱俩这么好，顺顺，先亲一下。哎呀，我还是不走了。送啊，你送送奶奶呀。 下雨又刮风啊，留我的新郎多来几分钟啊！哒儿摇儿摇，哒儿摇儿摇，留我的新郎多来几分钟啊！哎哎呀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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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。好，谢谢二位的精彩表演。